来，我们欢迎一号。壮壮，你定在这边之后，然后反手摸肚脐给大家看看，你摸不摸到，好不好？好难哦。试试看，试试看。哦，差一点，稍微还有这一段的距离，差了半个手掌，差了半个手掌，半个手掌，对。是什么？哦，他借位是不是？哦，借位摸肚子，要东西，怎么幽默？很开朗，都好像开朗，有没有？对不对？来，就像我讲的，个性很开朗。是这边，是你这个自己交往过的经历中，对方都比较喜欢你的哪里？屁股、你自己也觉得你骄傲屁股？我好羡慕，我要有这个屁股，我真的是。他屁股好翘，翘臀啊！哦，哇，这个会，这个很阳光，屁股很翘哎。这个什么？森达，你说什么？倒三，我也是。你看，哎，尊哎，然后我的屁股是完全是刀削的。你就是姐，美人姐比较没有屁股，完全没屁股。你剪掉啦，你把自己剪掉了。不是，你看这个屁股哦，我有这个屁股还得了？这个好厚实，这个 juicy 的。对啊，以前男朋友也剩一组足球队都没问题了。有什么样的互动？有时候就是聊天聊着这样子，看电视，他就会默默开始跟我的屁股聊天这样。聊天从屁股聊，哎呦，跟屁股聊天，手有肉哎。对，他就是。可是不是胖，是结实。壮壮啊，是。对，我是壮壮。然后你看脸还那么小。而且他的皮肤感觉有一点比较黝黑一点点，应该是打球的、哦，晒过太阳，应该是平常应该是有在运动啊，骑车打球的、哦。是啦啦队。啦啦队、哦，那个很激烈的，那很激烈，那他的筋应该很开哦。而且李美人姐腿站在旁边，根本就像是，好夸张，这个气，哎呦，骨感哎，美人姐你真的太骨感了啦，突然觉得你太瘦了，太瘦了。你知道我冤不冤枉？我腿已经瘦到没有肉了，你看我的脸的肉。对呀、啊，奇怪哈、哦！我全身最有弹性的肉在我的脸。其实你的脸应该要美人姐，要不要这样？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舒服的那个那种草莓大福的感觉，你知道吗？草莓大福，很舒服的。你可以多一看看，真的假的？可以摸一下吗？哎呦，很滑嫩呢，很有水分呢，很有肉，很有水分。美人姐皮肤很好，一点点 ，feel 一下。哇，好可爱。不是。我的脸就是不会瘦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腿已经瘦到没有肉了，我不知道。这样才好了，这样才好。就是有福气的人、啊，胶原蛋白都在脸上啊，是有福气的人啊。故意这样子，减不掉福气啦。你看我的肉是比他，我的，你摸他的脸。不好意思啊。我讲真的，在菜市场我一定选这一颗。带回去可能哦，小个短袜，水果嘛，小个短袜。但是他今天是整个呈现一个棉花糖，健康洋溢，真的很棒。对，这个那时候男朋友怎么跟你的屁股聊天的呢？就是可能会看电视，看着看着就会说。屁屁，我们待会饿不饿？要不要去吃饭？哎呦，他已经不太想跟你聊。这句话听起来挺 A 的。屁股饿不饿？待会要不要吃饭？吃什么呢？吃什么呢？吃什么？能吃什么、啊？是想吃什么呢？屁股啊？在暗示什么部分到底？所以男艺人要跟棉花糖女孩的屁股对话，不太方便了。当时的状态，哇，当时我们不太好看了。虽然三位男生表现得相当君子，但小心不要泄露出本性哦。而接下来将由博言与壮壮进行棉花糖女孩爱的模拟剧，究竟壮壮与男友当时是如何对话的呢？好，现在两位来模拟一下，就是哦，今天这个两个一起看电视嘛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遥控器要了。请见，然后你不会跟他屁股讲话。好，来 action。哎，不要动，就这样。哎呦，我的妈！你饿了吗？哇，真的饿了耶！那我们等一下去吃大肠包小肠，怎么样？好，好 ，OK， 那我们去吃吧。耶、！Oh my god！ 我觉得棉花糖女孩很酷的是，她演这个戏，她完全没有就是害羞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认真的配合你演出，真的，而且她会自己动哎，对，起来不用就跟你对话这样，真的，好可爱，好美的屁股哦，很可爱，你知道那个棉花糖女孩这个屁股真的是绝品，对，真的，她的屁股真的蛮厉害的，好，谢谢，这真的是美。看完刚刚的模拟剧，终于能明白棉花糖女孩为何有如此的魅力了。而我们也不得不说，博言真不愧是棉花糖女孩控，看她的表情语气，真的十分到位呢。哎呦，她除了这个屁股很会演戏之外，因为你还有一些特殊才艺，对不对？是，你的才华是？
就是因为有时候跟另外一半相处啊，嗯，对，然后另外一半难过的时候，我都会偷偷画画，然后写一些贴心的话给他。听说你会把，比如说正常的人类，然后把他 Q 版画。啊，哦，对。这很今天有带这样的作品来吗？有，我刚才有偷偷画纳豆。啊？刚才画的，哎，我会画画的吗？看一下，会画画的女孩哦。哎呦，哎呦，哇，有神韵，很像哎，欸，Q 版哎，欸，哎呦，水手涂鸦的感觉，真的哎，欸，而且画的比较瘦一点呢，欸，哈，差不多了，很像，差不多啊，高冷，不会吧？加油，你很棒 ，Honey， 哎呦，好可爱耶，趁乱告白，这个女朋友传这给我，其实会开心，会开心，很用心嘛 ，Always be with you，Oh my God， 哇，哦，心都融化了，天哪，心永远跟你在一起啊，哦，Honey， 这个好想把它就裱框起来，不错，嗯，因为觉得有时候。画画文字的力量比那个言语的感觉更感受得到，更温暖，更多想象空间。为什么你说你小时候是不受欢迎的？小时候因为大家都喜欢比较瘦的女生，然后我小时候其实对屁股很自卑，那是他们不懂，然后你都把它盖住，对，都喜欢穿比裤子啊长裤盖起来什么的。哎呦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，活出你自己。对，你看你浪费了世界。现在这个是你的优点，啊，对不对？很多时候我们都用女生的观点来看女生自己，嗯。其实我告诉你，有时候你真的要用男生的观点来看女生，真的，就是，这也是我的设计师讲的。我有他叫我说，他叫我露手背的时候，我就说天哪，我干嘛露手背？他说男生喜欢看女生露手背。嗯，哎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对，它是一种隐性的性感。然后这样子的屁股呢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穿各种裙子，会美到爆掉，真的，真的，高腰的裙子，后面的灰线，那弧度非常非常有想象空间，真的，对，所以那是你非常有大的优势、魅力的地方，真的，真的，真的，现在，而且现在慢慢变成一种，我要有你这个屁股。诈骗半边天，如果美人姐要有这个屁股，天天穿丁字裤了。上节目吗？我好难想象她穿丁字裤。好，请回座，谢谢你。哇塞！好，各位，接下来第二位棉花糖女孩是我们妮妮，欢迎妮妮。嗨呀！好，妮妮1110，麻烦你做一个反手摸肚脐的动作，炫富照。她是勾得到的吗？好。也是都很远，差一点，一样，差一个手掌，没办法哈。好，但是你自己刚刚一样，就是说，大家男生都喜欢你的哪里？手臂。手臂啊，手臂是有，他手臂有点线条肌肉哎，他手臂是有点，好像是打球的也是一样，小小的肌肉这种。就是手臂的话，就是哦，最肉。他这一块其实蛮明显的哎。对啊，是篮球，二头，他的二头是有的。我家是卖猪肉的啦。卖猪肉？对。难道你早上都在市场里面？切低吧！你是认真的吗？我爸爸家里是卖猪肉的，然后妈妈是开咖啡厅。哦，那他就是食神里面的鸡姐嘛？对啊，所以跟你的手臂的关系是什么？是你的手有练吗？嗯，小时候会去帮忙做切猪肉的，切猪肉哦，练一点，搅拌咖啡什么的，搅拌咖啡，喝咖啡配猪排。所以你的历任交往的对象最喜欢的是你的手臂，对，因为赘肉会就比较多，比较晃啊。嗯，不会啦，不会啊，看起来有点肌肉啊，有点线条还好。捏的话，捏的话可以捏。哦，算了，你没有看过真的晃的，就是、我还是尝试。所以男生会喜欢怎么样运用你的手臂呢？像比如说逛街的时候，然后他就会抱着你的手，可能搭着我肩，然后一直捏，一直捏。哦，搭肩，然后一直这样捏这边的手臂，这样。对对对。哦。哦，示范了好不好？有女朋友的人就算了，而且要边走边揉捏它。有好舒服吗？舒服吗？我自己就有啊，是不是冰冰凉凉的？比它更松啊！不会啊，很松了，很松了。因为它肉是偏比较饱满，它算有肉。那现在你做什么工作呢？我现在是在自己妈妈开的咖啡厅里面，就是当保全吗？等一下，做什么？我也有做什么？现在目前是当店长。店长。嗯，有专长是什么？你比较特殊的？拉花。你会拉花？你会拉花？拉花，你可以拉一个纳豆哥的脸出来。对啊，你都拉些什么？大部分在店里都没有练呐，纳豆客人没有点名要纳豆的脸。对，也是。客人都点名要什么？大部分都是因为我们的店比较多兔子啊，拉兔子，会拉肚子，
动物，兔子啊，拉肚子，拉兔子不是拉肚子，不好意思，哎，拉肚子是拉立体的那种，是不是？因为立体的时间会比较久，可是因为咖啡太久的话，有时候口感不好，对，所以我们就拉比较快一点。那今天可以示范吗？可以啊。哇，哎，每个人都有才艺耶。对啊，好厉害。